大家好啊，欢迎到我哋日更频道嘅。咁咧，而家系威尼斯呢个位置啦，见到咧新年啊，安德鲁呢度排队排到好犀利，我带大家睇一睇啊。咁系比年初一咧系排得更加劲啊，系一路咧喺后边绕落去嘅，甚至乎系比呢个官雅街嗰边更加劲。咁亦都系拉咗呢啲咁嘅围栏喺度，俾人围住排队啦。我自己又真系未见过喺威尼斯呢度都要排到咁啊！咁其实都夸张嘅，如果系咁。即係證明咧，威尼斯呢邊而家應該係人流非常之旺，賺到錢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咧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大家有咩想講咧，下邊留個言啦，我下集見，拜拜。